在这2020年，我们已经变成了青年。感谢 TK 大西瓜的飞机，还有1分钟开奖啊！还有1分钟开奖，4个老板参与了我们的抽奖。哼哼，我不是，你还是年轻，你。我其实我也没多大岁数，我也就是还是青年吧，中年这得是30往上，35左右了。你看这少年、青年、中年、老年，我们还是个青年。谢谢约翰·杰夫，1/5的中奖概率啊，还有1分钟开奖。我咋带了个水晶瓶呢？我靠！我从来不出这种东西的，这完了，这难打了呀！这出水晶瓶打个锤呀！这，我出错了。谢谢约翰·杰夫的飞机，还有30秒开奖啊！现在只有5个老板参与了我们的抽奖。哎，摸你，还有19秒了，谢谢琢磨不透的男人，谢谢大西瓜。干嘛？这家伙，干一架呗，小伙子，这直接套点盐啊，给我交闪来，好闪，我就不交闪，你看。不交闪可不行啊！哎呦我操，我早点交好了。哎呀哈！谢谢老衲法号中奖，左瑞塔右鱼霜2856孙悟空，来厉害！大意了，这波大意这边早点交，其实我们死不了，你知道吗？亏吧，肯定是不亏的。别让这猴打兵，让这猴打兵，我们线儿不好收。怎么去野区了呢？这波看看要不要管一下啊？嗯，这野区我好像管不了啊。哎，可以管了，这波兵推过去了。来来来，其实应该再推一波，你知道吗？不过呢，我们家队友来了，干他来。好，我的人头。扣一啊，带走，好链儿，不追了，追不上了，溜了溜了溜了，上路收兵，赶紧赶紧赶紧，这武器大师来接他，别让他回线上啊，直接耗他血，别让他回线上啊，这波就阻止他回家，让这些兵线推进他。我们就恶心他，哎，过来继续恶心他，别让他回家。哎，这小子人啥的了？赶紧兵线推过去，我的兵线其实算是有点那么小亏的，你知道吗？哟，我操，这小子从哪过来的呀？你还敢把 E 放了，兄弟？我是真是没想到啊。勾引一波，嗯，
呀，还好他跳斩六十五蓝不够，你知道吗？刚才他跳斩六十五蓝，他的蓝量不够。刚才这一波怎么才能杀得了他呢？我们要逼他先跳我们，然后把他骗出来，这个技能知道吧？这个 W 技能，别让他们打，别让他打着我们，一定不能让他打着我们。他一个平 A 我们死不了 ，A 点燃 Q E， 然后一个平 A 把他带走。只要他的 W 技能不打到我们，这一波他就死，我们回家。不行，我差100块钱。好，回家。聚精才是重中之重。我真是这么长时间头一回出这水晶瓶，头一回。出错了，以前天天出，以前不知道这个饼干这么好用啊。我这才5级，兄弟，你不打一架？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来，死了。咦？他一好了，这波一个 Q 接九头蛇，差点伤害。哎呀，这不应该呀，这我药没吃上，刚好最后一下给我砸死了，这药没吃着，要不然我死不了。没想到吧，没想到，哼，没想到啊。没事，下班再杀吧，让他值点钱。刚才有点脑血栓了。小破败啊，可以。小伙子，这就有点膨胀了啊、哦！刚才这属于我们越塔未遂，你这找我主动拼，确实是不太应该的。呀，这蛤子6级了。吃个药回血死不了，可以。回家，我估计武器快到线上了，他可能会从右边过来抓我们，啊，他要没出来的话，来个小耀光。水晶瓶立功了。其实不水晶瓶，这个小药瓶也行，小药瓶也125滴血，也是死不了的，就是水晶瓶比药瓶多一个。
这不跑不了了吗？哎，这武器怎么从在草丛里边出来了？扣一下，平 A， 一过来 A 接 W 走，扣一下，九头蛇。塔皮应该掉不了。敢问问土地老儿，出一 A 九头蛇 W 走，哎呀，这 W 没放出来呀、啊，这不死了吗？哎呦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！这波能踢着我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这能踹着我啊！我先打个戏啊，这波别着急，爬不溜走。哎呀，怎么右边有个针眼儿呢？哎呦，我操！他家辅助是啥呀？牛头，那不用，这把布点鞋就行。我不接我也死了，我接不接我估计都够呛，都跑不了，那血太少了，而且武器带加速的，他们传送下来有个加速效果，40%移动速度，3秒钟。这怎么还打上峡谷先锋了呢？你打一个我看看，你打一个我瞅瞅，怎么打？定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！破空枪戟好用吗？好用啊！这不跳个眼儿啥的？哎，你还往回跳，我是没想到的，兄弟，我这叫二速还，加上一手药瓶，破空枪局你就买呗，买吧，没多钱儿，别到以后想用了再没了。我发现钱现在就是王八蛋，你知道吧？想花就花，不要给自己压力这么大，想买就买，钱永远都有的，有的东西没了就是没了。给点王八蛋那不行，那不得让你自立一点吗？真的，那你以后你说假如说这个皮肤你想要，哎呦，这人这个多呀，这咋这么多人呢？快点大，一会儿来人了。哎呦我操，好帅哦！吃点饭。腾讯卖一个破空枪戟，给你提成多少？给我提成还？我用的他给那点提成吗？我跟他天天这老些合同呢。
探险家，哎呦，勾地准，他不往上 E 的话就算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打打打打打打打，这大刘把大刘给我杀了！哇，刘哥，我吃个助攻就行。兄弟，别人能走，今天你走不了。行啊，行，给我玩了，居然小伙子不敢担呢，吃点饭吧。知道阿斌为什么输不？知道苏宁那把为什么输了不？头的那把，就是因为用了这个皮肤，这个皮肤的手感比较的差，你知道吧？用这个皮肤的猴基本上啊都输了。所以这个皮肤我建议大家以后还是别用了啊，因为根本不太好用。老推我确实比较烦呢。这波我们要一波后啊，让锤石先上，让锤石先勾，锤石能勾到我们那上，锤石勾不到我们不上，等着去金德拉老推我。你说那老些人，你套我虚弱干什么玩意儿呢？给你个点烟，开上 E 了还。走吧，下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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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拆了能不？我先去看看有没有红啊，应该有。因为基本上到后期这种的，也不是后期吧，中期吧，20分钟左右 ，buff 都是两个一块刷的，有了基本上就拿了。A Q E W 平 A 九都是，哎呀，给个人头吧，行行好吧。往左勾，看辛德拉往左勾，你看我就知道。应该打不死，伤害不够，这只撇到了一个手里干。兄弟你走来我来，你说这个小破武器老让他收这么多人头，真的是很讨厌。那都六七二了，一波，快点一波，我吃点饭，
还老搁这守塔，也不知道守什么。你是，你能守得住啊？俺们家四个人呢。快点拿下，下一把我们吃。